广告，稍后再来看一下有关华人社会的相关消息，包括一群热心怀疑年轻人组成了慈善俱乐部，每个月抽出时间去行善。休息一下，稍后见。回到美都新闻现场，来看一些比较轻松的消息。现代繁忙的社会呢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忙碌，很少有时间去关心周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不过在雅加达有一群非常热情的年轻华人组成了一个慈善俱乐部，该俱乐部的成员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去做一些慈善活动，关怀别人，为冰冷的世界带来温情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美都新闻，有任何意见的话，欢迎发送短信到6876，或者是可以 email 到我们的电子邮件箱，就是新闻@metrotvnews.com。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的话，也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，就是新闻@metrotvnews.com。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，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，再会。